超级劳动明星。哎，亲爱的云朵，亲爱的棉花糖，爸爸回来了。蓝天爸爸。蓝天爸爸，我好想你啊。这次飞行顺利吗？顺利顺利，云朵妈妈在家辛苦了。不辛苦。蓝天爸爸，你还没问我呢。好好，棉花糖乖不乖啊？可乖了，这些衣服都是我叠的。棉花糖真爱劳动啊。这些衣服可都是我洗的。好好好，云朵妈妈是咱家的劳动明星。这些衣服的口袋都是我翻的。衣服可都是我晾的。我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了。我搓干净了领子。你呢，就是打打下手。妈妈干的家务活才是最多的。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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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才是劳动明星。都好都好，你们别吵了。要不来看看我带的礼物吧。那就比一比。我要把草坪修平整，我才是劳动明星。好了，完成了。米花，这里好看吗？这才是劳动明星的杰作嘛，哈哈。真棒，都是劳动明星。明明就是我的动物榆树墙好看，我是最会劳动的。蓝天爸爸。我修的草坪才好看，你看米花多喜欢呀。我做得好，我做得好。我是动物造型，剪得整齐才是劳动明星呢。米花来吃饭啦。我喂的狗粮好吃。我喂的狗粮新鲜。我喂的米花最爱吃。我喂的米花吃的都停不下来。你们要不要吃冰激凌？我请客哦。没空。我擦的地肯定比你擦的干净，不信试一试。我擦的才干净呢。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，看来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和好。蓝天爸爸，你干嘛呢？劳动啊，我也要向你们学习，成为劳动明星。我要种100棵树，是1000棵，我要种出一片树林。棉花糖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在哪儿呢？妈妈，救命啊！咱们得去劝劝蓝天爸爸。不能让爸爸这么劳动。我才是劳动明星，我要比你们干的活多。劳动不是比多少。对，我们老师说过，劳动也不是为了争第一名。你们俩是在说我吗？我们不争了。云朵妈妈，你可以帮我榨点西瓜汁吗？可以呀，但是你要帮我刷杯子哦。没问题。那这些没用的土坑就辛苦蓝天爸爸埋上啦。好吧，这娘俩呀，你们能和好我就高兴了。
着急女生联盟。一分钟刚刚好。云朵妈妈，棉花糖，该出发了。哎，马上就好。怎么这么久啊？你们动作怎么这么慢？再不出门，音乐会都要开始了。哎呀，刚五分钟你就着急了。听音乐会化妆是一种礼貌。我也要穿得漂漂亮亮，给大家好印象呀。立正。是。哪来的那么多理由？办事儿就要干脆利索，讲究效率，速度第一。五分钟时间已经很长了，立刻，马上，出发。可是。没有可是，现在我们就赶紧出发。今天真是太丢人了。都怪蓝天爸爸催催催，害得我们穿拖鞋去听音乐会，真是丢死人了。就是，大家都在笑话我们。怎么能怪我呢？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太磨蹭了，才会这样的。现在马上回房间换衣服，立刻，马上，十分钟后集合，我们出门锻炼。棉花糖，蓝天爸爸只讲究速度，不讲究质量，这样下去呢可不行，所以呀，咱们得想个办法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是不着急女生联盟，我们一起对付蓝天爸爸吧，加油。咱们今天晚餐吃煎牛排怎么样啊？煎牛排。好呀，就是煎牛排，立刻马上。学得挺快呀。没错，立刻马上，效率第一。遵命，不着急女生联盟开始行动。耶、这么快，有效率。这个好像还没熟吧。报告蓝天爸爸，是你说的办事要讲究效率，速度第一呀、因为怕你着急又吹哨子，所以呀、先给你吃，我和棉花糖的牛排还在锅里煎着呢。没错，爸爸要的是立刻马上牛排。对对呀、我就是要速度第一，我就爱吃五成熟的牛排。我的晚饭。蓝天爸爸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咱们露营吧。今天真是个适合露营的好天气。好的，咱们去露营。云朵妈妈，可以出发了。请给我一分钟的时间。现在，速度第一，出发。这么快？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忘戴凉帽了。这个孩子丢三落四的，真是。哎呀，我准备好的水果沙拉忘记带了呀。云朵妈妈回去取水果沙拉了，等她再出来，咱们马上就出发。哎呀，我又想起来了，露营手电忘带了。哎呀，露营用的野餐布忘在厨房了。你们，哎呀，我的手表和哨子也都忘带了。怎么样，都收拾好了吧？应该好了。完了，咱们误了九点的旅游车。你们为什么不提前把东西准备好呢？是你说的速度第一，立刻马上，我没有时间准备呀。好吧，十点还有班车。不着急女生联盟快胜利啦。虽然耽误了一点时间，但我想东西应该准备得很全面了，这下不会有问题了吧。虽然耽误点时间，但是准备得充分呢，所以不能总是着急吧。好吧，这次算你们赢了。不着急女生联盟胜利了。出发。